下载 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近日，在国外颇受好评的《花木兰》在国内上映，公映后却遭遇口碑滑铁卢，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一线明星亲情加盟，好莱坞精良制作。然而，影片在中国不仅评论一路走低，还降到 4.9 分，还被指篡改中国文化，丑化中国人。这部影片由迪士尼影业荣誉出品，尼基·卡罗执导。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casting.You need a very special individual to play Mulan. So after a year, we had not found her. And, it was devastating, but we rolled our sleeves up. 影片是中国传奇战士的史诗故事的全新呈现，讲述了一位无所畏惧的年轻女子义无反顾为了家国而战，成为中国史上最著名的伟大勇士之一。当皇帝下令境内每个家庭必须有一位男丁应召出征，抵御北方来犯者入侵时，出身军容之家的长女花木兰挺身而出，替痛病缠身的父亲应征入伍。她女扮男装，化名花君，一路历经磨练。为何花木兰这样一部中国题材的大片却在中国翻了车？网友挑出了诸多历史细节的硬伤，他们指出影片中的妆容浮粉粗糙，用色难看，而且服化道与场景人物设定恶意满满，没有还原出中国文化。其次，出于西方人的自行想象篡改中国历史，比如片中土楼是南方民族的传统建筑，而且是宋元时期才有的建筑，北朝的花木兰却长在了南方的筒子楼里，古代的中国人却说着现代英语。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yric. My name is 尚宇轩。My name is 朱琦。My name is 张一少。My name is 杨彩玉。My English name is Aura. 影片对故事内容进行了西化，导致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中美文化差异。中国讲究国家为大，但是在影片中一切都是为家族而战。可能西方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戏曲、中国功夫，电影中人物造型大量脸谱化，模板式的好莱坞剧情套路，为了表现出神秘的东方主义，还虚构出了一种气，也就是类似于黑魔法一样的神秘法术。从这些种种的改编，让中国观众觉得匪夷所思，一些不经常看外国魔幻作品的观众来说，确实难以接受。影片弱化了木兰辞所歌颂的儒家思想，强调女权和个性的崛起。一个不依赖王子的公主所体现的女权，迎合了北美的女性观众。I can feel the connection. Me as an actress, I've never give up. No matter anybody say anything, it's just my passion. I was so sure. 在 Ins 和 YouTube 上，花木兰的预告片揽下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此前公主系列同期宣传数据的5倍以上。其实当下中美关系的紧张时刻，电影被观众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讨论，导致大家都带有感情色彩去观影。小编认为花木兰有值得认可的地方，首先就是传达的价值观，忠、勇、贞这三个字走到哪里都是不可缺失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传统素养的认可。其次，迪士尼的制作不得不说还是非常的优良。Action.作为一部商业电影，从技术手段来讲依旧是一流的，从宣发来说也是非常的成功。当然，观众失望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可以说这是一次文化输出很好的尝试，但是道路依旧长远而且艰难。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我们下期再见哦。